来听，我应该走。定要甲听东塔地深，共济国事。其实应当在定的呀，董进，做灵其实嘞。汉公母以严主灵当亲，主手清奇，君臣相得，先生在主安息。外人若有因为定即处斩。爹爹，来呀！皇兄，不够啊！来，皇兄。不够，红兄，红兄，来呀！不够，红兄。天啊！亲家，亲，靠近红兄。平心，夏红兄，先靠近娘娘。平心，夏娘娘。皇兄，拄只将你上救条条，是伫做啥物咧？是毋是已经啉酒醉呀？对，醉啊！确实有影是醉啊！哇，头壳都晕，而且，紧来甲点火去。上庙娘是过腿，夏华，你上台先上出宫。是。醉了，这摆真正是醉了。文叔，文叔有话想要对你讲。叶继清哦，下官急要回府，有啥物话，明天再搁讲。慢些。文叔要匆匆回府，岂不过有这个良时美景，一掷千金呢？大胆！文叔讲的是实情。你安尼是要做啥？心中有话不吐不快。文书，文书。这地中的莲花开得真水。
原来我陪皇上又上林苑，皇上所讲的话，你全部拢听见了？无唔对。你安尼做是啥物意思呢？小姐啊，事到如今，还阁唔肯改忠心？你皇上的心意已经真明显了，伊对你，爹咪，皇上啊，你不但体谅处长，而且言语还乡，藐视君王，你该当何罪？为了你，就是死我心甘情愿。小姐，我已经见过苏宁了，而且嘛认出苏宁就是苏永帅，并且又给我暗示，伊甲你表面上虽然是夫妻之情，嘛阁却只有是姐妹之情啊。事已至此，你为甚物也唔肯甲我受理？小姐啊，你就承认嘛！哈！你是爱我承认什么？嗯，承认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明丽君啊！哼，王府笑话，你未免太自信了。就算我真正是女主，也未必会嫁乎你。拄则你也有看见了，皇上对我十分的痴情。如果雷明堂真正是女主，嫁皇上比嫁乎你搁较荣耀。你莫再要妄想了。阮不如先伤身体呢。想到明小姐会这么无情，比你怪无情，不嗲着，伊嘛伫怪你无情。我无情。你家己定亲在先，却先错我入门。明小姐就算讲搁较有度量，嘛无欢喜啊。啊，不过。那你直接等伊啊！但是伊并唔知影啊，所以你得爱想一个办法，坦白予伊知影你一片的亲情，伊若听到一定足欢喜的。每摆若甲伊见面，拢是不欢而散，尤其这一处，伫咧御花园的中间，伊甚至倒去讲。宁愿嫁皇上，都无愿意嫁我，叫我要安怎过去找伊啦？就当啊，王叔你唔通见怪，哪得这么客气？相爷这几天不在府中，伊拢休伫咧降温阁的，我嘛感觉真无聊。拄好夫人，你请我贵府来赏花饮酒，拄好替我摆遣一步啊。你先退来，君要自听自议。是。少夫人，中浩王不在府中啊！啊，伊是我的公公出外待客。少夫人，你在看什么？这是看孙娘，运动发凉，面色红润，不会。有戏了，
少林，你出枪了啦！我变到有迄个福气咧。对啦，少夫人，你甲中华王新婚嘛已经有一段日子啊，大概武彦龙真紧就会抱孙啊吼。少夫人，你为何叹气呢？少夫人。林小姐，你敢知影丁对你有偌痴情无？现在靠近林小姐。唔免多礼。林小姐，原来是你。丁还以为是，好像以为是平地君来啊信。其实。你不在万寿宫，是奉太后来处何事？臣妾出身将门，深知三藏四德，岂能只知影苏红伯伯？你忘了照顾丈夫呢？其实真是显得无双。皇上过奖了。哎，其实。你是要创什么？臣妾看皇上的桌顶遐尼啊凌乱，想要替皇上整理一下。哎，那是宽敞的代志，怎敢劳烦二姐？啊，无二姐，你陪朕行一半棋如何？行棋？臣妾的棋艺不过，无得亲像擂上迄一样，故意让皇上赢。一出也关心嘛。其实，你今天是安怎？哪会句句话拢在讽刺朕呢？臣妾不敢。
经风雨，爱有度量哦。你心怀错意，是你难容。那呢，皇上都无私心了。通莲，通莲。有一天被新车掠到证据嘞，你真乖你啊！店绝对没有证据落在你的手中。其实，其实你的心思，店嘛真了解。你是为了领地的婚事在担忧着，你真乖放心。昆明关的地官考中上上表，又搁找到一位明烈君。这摆找到明烈君，真有信心，一定是真的。中华王，恭喜你了！宁静回来，真可谓天降人愿。皇上，此女容貌虽然贵翁亲像多形，但是绝非名士，心不甘领人欺君。哎，诸位多形，必有重点。偏到可能完全同款，并且身材，此女必是恋爱无疑哈。这，定义将卿为了明世的代志费尽心机，金主皇父卿一个月以来完婚，以随良言。皇上，明亮岛就认下此女。新结完婚，并且身材，你看如何呢？啊，心不甘其君，心老甘恨我，处理是咪心急哩？心把人未清楚，应该袂唔对。中华王，丁下子侵犯一个月以来完婚，不知再早，退掉，退掉。深夜，因为我离不开你，深情难分难舍。你的身边已经有花蕊作伴，咱两个有缘无分，这敢是前世注定？为爱拖磨，那是我的命。伤心，我也不惊，假使分开，做阵行。